第二，弟子在不同的场合吸黑吐白有不同的感应，有时觉得是大补，精神饱满，有时候让自己身边生病的人病情好转，但自己会感觉到不舒服，之后没事，但时间长短不一，这是否正常？应属正常，是正常。啊、哦，这个是第二点，是这是正常的。有时候感应不一样啊，感应不同，有时候会不太舒服，有时候呢是可以的。